天地教春季法会，师尊用了40年时间奠定天地教的根基，我们要效法师尊精神，执掌就解权柄，也要不居功，不居名，不居道，同心协力为地教云生灵祥。现今全球世局多变，灾难频传，劫运之产生由人造，弊德由人化。天地教春季法会以富国、祈安、迎福、增祥、祈求、囊亲、妖风魔分，化除暴虐凶杀之气，消灾解厄，导发人心向善，政治和谐，社会祥和，经济稳定，对内凝聚救结奋斗力量，对外展现天地教由安定由和平，同奋您送告反省忏悔，有责任把念智真言传遍全世界，宽大的心救人救世救劫，这样才能真正挽救浩劫，万象回春。今年春季法会的主轴在于化除凶险暴力，减缓对立冲突，建立和平共识，提升理性力量，增进和平交流。今年是一个崭新轮转的开始，首由高雄市张院承办，筹备规划到法会圆满，奠定国家安全、社会安定的基石，参与同分真的是功不可没。全教同分齐心汇聚浩然，天人合力，以期达成寰宇清平的救劫使命。天地教家传年，全球化劫狼灾解厄法会，未尝洒尽恭勤李敏珍开导师、杨晋生开导师、徐旭禄开导师，就为恭请主仪人杨振少开导师就位。Oh,
三年四月二十七日，即使天地教甲辰年全球化学燃灾解厄春季法会，起见提起，为遍赏华语洁净法坛，举行圣物开光仪式，恭请诸天神明慈悲眷顾，神光普照，法会功德圆满。主人为全体勤奋心助力，初上香。Thank you.
天地教，甲辰年，全球化解燃灾解厄，春季法会，迎神大典，典礼开始。同分请就位，四乡同分请就位。恭请第一主坛主仪人何光杰枢机使者，第二主坛主仪人黄光琦枢机使者，第三主坛主仪人谢明榜枢机使者入坛。大声呼唤白云间，寂寂掀翻起机会，丹青一片观人天。一颗龙珠海底，黄花照耀。恭请第一主坛主仪人何光杰枢机使者宣礼。陈光礼首席使者之命，宣告天地教甲辰年全球化解狼灾解厄春季法会迎神大典开启。恭请无形总主持、副总主持、主持、副主持、总护法，法驾临坛，神光普照，协和寰宇，法会功德圆满。唱天地教教歌。愿赐我血。
上香礼，出上香。献花，总念至真言三遍，教宝殿颂，况且难逢今日再望，奴婢在上战战兢兢，各配各侍以和以亲，引显元龙至圣至神，巍巍生威源源落论，念之莫竭，必高崇观，运化无疆。请放下经典颂本，生吟神表文，读表文。吟神表文，谨为天运甲辰年3月19日，中华民国113年4月27日吉时，天地教。甲辰年，全球化劫攘灾解厄春季法会，主仪人何光杰枢机使者，奉陈光礼首席使者之命，协同全体同分代表，谨以至诚致敬之仪，恭行迎神大典。尽速表文会成，无形总主持，先天斗母大圣元君气座下，无形副总主持，首席都统雷厉前锋法座下，无形主持，从道真人尊座下，无形主持，福禄寿三清上圣。尊坐下，恭敬陈词曰：三奇末节，有行节、清节、平节、春节，再到春奇。春奇是缓冲，乃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故春奇之变化莫测。九节，以人为天，以慈为地。以明为左，以德为右，无形总主持，副总主持，主持，副主持，即总护法，其转不化，
天人合力，春起行运，体天新人，团结奋斗，化炎浩劫，大地回春，顿首即首，速成上文。请主持人加光表文。本表文全体俯伏，俯伏起，全体起，恭迎无形总主持，无形副总主持，无形主持，无形副主持，总护法登坛三众。四跪八叩迎神礼，鞠躬跪，叩首八叩首，请鞠躬。恭送天人清和真经，天人清和真经，宋为圣祭礼科迎。乍若相持动圣思，怀腰弟子在纯丹池，常住清河感圣旨，灵台寂灭尽忠持，准举师配禅道师大同师，成福礼三起主宰天人教主，天然破通天龙潭，人天同庆若灵潭，至柔至刚是明清，世子云然有父教主，亲其亲，而得其和，苟得其正，以为云凡说，以达大人其神美，主事纪律行力必用，诸百大弟子众道众，先拜再拜其仰曰，得尽清和力，敦化万邦国，得尽大同律，当有万类一切众，得尽清和力，以度邦国，天人清和真经中，不可思议功德。请放下经典诵本，行一跪三叩礼，恭跪三叩首，起鞠躬。清河大道万劫共，日月光动息，天人无量共大同。回向文。行四跪八叩礼，鞠躬跪，叩首再叩首，起鞠躬。恭请第一主坛主仪人何光杰枢机使者，第二主坛主仪人黄光奇枢机使者，第三主坛主仪人谢明榜枢机使者退堂。
天地教，家成年，全球化解攘灾解厄，春季法会，全球化解攘灾解厄典礼，典礼开始。主坛主一人陆光宗枢机使者，第二主坛主一人萧敏坚枢机使者，第三主坛主一人谢云榜枢机使者陆堂。恭请第一主坛主一人陆光宗枢机使者宣礼。谨为天运甲辰年三月十九日，中华民国113年四月27日吉时，天地教甲辰年，全球化解攘灾解厄，春季法会起见即起，特举行全球化解攘灾解厄典礼，恭请诸天神媒神光普照，起转步化，协调阴阳，消灾解厄，化类增祥，普施法语，全球化解攘灾解厄典礼，功德圆满。行上香礼，全体跪，天人大同堂同分，请扪心肃立。初上香，
献花。全体起，四乡同分，请复位。贤士归八叩礼，鞠躬归，叩首再叩首，请鞠躬。诵念字真言三遍。地教宝殿颂，况且南佛金阙在望，如地在上，战战兢兢，人恩浩荡，威震十方，应化无疆，永兴永昌。生全球化解，然灾解厄表文，读表文，全球化解。朗灾解厄表文，谨为天运甲辰年三月十九日，中华民国113年四月27日吉时，天地教甲辰年全球化解朗灾解厄春季法会，主仪人。陆光宗枢机使者，奉陈光礼首席使者之命，率领参与法会诸同分，谨以至诚至敬之礼。期间全球化解朗灾解厄大典，经书表文。每宗二强争端，以及不定时之气候灾害，如粮荒、地震、水灾、火山爆发等因素的影响，何患核武警示，共融多元文化，守护地球生态，深恩浩荡。三朝同光，林彪顿首稽首，金书上文，请主仪人加光表文。朗诵祈祷词。教主，我愿奋斗。教主，我愿奋斗。教主，我愿奋斗。全体归。愿神圣人凡通，至诚或感应。愿人心复古，傲道乐德，回天转运。金城阁穹苍，圣地化开天人。上帝大放清河光，我愿生。全体起，全体恭送皇告五十遍。慈禧乃求金阙悬。
全球化解蝗灾解厄法会黄告专案回向文三遍，至真至诚一心一意，我今祈求减缓节气凶风，化解核武禁事，促进国际交流，振兴王道精神，强化救劫力量，开启春期新运。行四归八叩礼，鞠躬归叩首，八叩首，请鞠躬。天人亲和，北斗真祥真经。宝炬灰，当斗要，北极尊紫薇，祥烟氤氲，锦星长朗，凤翔鸾飞。天言，天人教主，余下元圣会，云集诸大弟子，众百余人，十方三界，一切道众，至心恭敬，斗母元君。道统始祖，万天至圣，北斗台座，阴经巨门，七成新君，延伸助命，普光云生，福礼三十三天，独天经纬，诸秀新君，解厄消灾，永光云生，紫微星旗，请翻开第九十三页，默诵九遍，每诵一遍叩首一次。俯伏默祝心愿，请同分共同祈愿，师仪念一句，同分跟着默诵一句，减缓春期劫运，唤醒人心本性，俯伏起，全体起，静默养神三分钟，接引无形金光神光加持四福。紫微星旗，开天济人，启道佑德，以圆以事，以亲以和。元君曰：为资经纬，都天运行，照临下土，时光众生，长智慧等。
上，无助于中天，清河北斗真相真经中，不可思议功德。全体起，一跪三叩礼，鞠躬，请鞠躬，斗母告。承福礼，西天竺国大智神光，起转步化调泄阴阳，玄元之主，端严圣相，真空之师，无极仙藏，日月运前，天地池中，济道开德，青天何人，大化世民，赖世云生，一称一呼，必信必忠，一诚有感，无怨不从。子为告，承福礼。达拉天阙，子为星宫，天柱明高，北极至尊，玄机七正，玉衡紫圆，纽枢三才，天开黄道，至心清和，清和清和，金阙上将，雷部上宰，都里圆融，虎威神眉，雷声普化天尊。诵天人清和，北斗真祥真经，法会专案回向文，一心一意，至诚祈求，消减残暴，戾气凶风，增益春期，正气力量，换心世道，人心本性。全体起，诵天人三宝，归奉地宝，效忠宇宙，道化天人，回归自然，学参三明，坚守天人，钟鼓齐鸣，九响。跪八叩礼，鞠躬，跪八叩首，请鞠躬，行收经礼，恭请第一主坛主一人陆光宗枢机使者，第二主坛主一人萧敏坚枢机使者，第三主坛主一人谢明榜枢机使者，退堂。立成。天地教，家成年，全球化劫，攘灾解厄，春季法会，送神大典，典礼开始。恭请第一主坛主一人何光杰枢机使者，第二主坛主一人黄光奇枢机使者，第三主坛主一人谢明榜枢机使者入坛。恶欲侵祸寒，深深血字空相敌，相书心结气为
行上香礼。三上香。献花，捐题起。四乡同分，请护卫。行四跪八叩礼，鞠躬跪，叩首再叩首，起，鞠躬跪，叩首八叩首，起。鞠躬，身送神表文，全体跪。天人大同堂同分，请扪心肃立，读表文。送神表文，谨为天运甲辰年3月19日，中华民国113年4月27日吉时，天地教甲辰年，全球化劫攘灾解厄春季法会，主一人何光杰枢机使者，奉陈光礼首席使者之命，协同神职教职以及参与法会诸同分，尽力至虔至诚之仪，恭行送神典礼，谨述表文，跪诚于无形总主持，先天斗母大圣元君弃座下，无形副总主持昆仑老祖尊座下，无形副总主持春旗主宰法座下，即无形列位主持副主持总副法，人座尊座法座持座中座下，谨身叩谢曰：敬诚法驾临坛，执足法会至高权柄，天人合同气气融，化简春旗浩劫言，还于归穷尽康同，临表顿首起手速成上文，请主一人加光表文。本表文全体俯伏，俯伏起，全体起，全体肃立，静默3分钟，接引上帝及法会列位主持赐予各位的智慧光、财帛光、清和光、如意光、平安光。
功德圆满，谢恩，十四跪八叩礼，鞠躬跪叩首再叩首，鞠躬跪叩首八叩首，鞠鞠躬，降幡，全体诵念至真言三遍。大同堂临时圣木收光，陈光统，全体诵念至真言。人大同堂临时光殿恭谢临时圣母，谢明榜枢机使者退堂。一晨，仅代表春季法会筹委会，感谢所有现场与网上参与盛会的救劫使者。面对春期市局不断衍生的战争与劫厄，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，大家都能够屡见天命，日日加强祈祷诵告，厚植正气，救劫力量，扭转弱化灾劫，开启春期新运，顺利转向康同盛境。更祈愿2024年台湾宝岛复兴基地无灾无难，诸位心愿皆能得偿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